蛋仔派对最坏的蛋子，竟然是一个女生。我来告诉大家是谁，大家千万别告诉别人啊！有人说最坏的人是僵尸博士，伙伴们 ，no no no no， 僵尸博士只是把仔仔熊给改造了呀，改造成了狮心熊。no no no， 伙伴们，僵尸博士并不是最坏的蛋子，最坏的蛋子是，我来告诉大家，伙伴们，我有点害怕呀。其实呀，伙伴们，在蛋仔里最老最老最老的一个版本中，曾经蛋仔中出现过一个特别特别吓人的皮肤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蛋子，他的头冒着绿光，大家看他的样子，我无法形容。有人说他被删除是因为丑，也有人说他被删除是因为他太坏了。伙伴们，这是个出现在远古版本的皮肤，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丑被删除的吧。这个人有人说他就是最坏的蛋子，